你好，你可唔可以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同埋你間公司啊？Hello， 我係Bamboo嘅 CEO Anthony。咁講起環保，正常人會諗起啲咩呢？我諗所有人都一定會提起減少廢物去改善環境。但係你哋有冇諗過點樣先至可以達成呢個目標呢？咁針對呢一方面咧，我哋就成立咗Bamboo啦。咁Bamboo咧係一間由14個聖若瑟書院學生組成嘅學生營運公司。咁雖然我哋睇落去好少人啦，但係我哋每一個都盡心盡力，希望為環保出一分力。咁Bamboo呢個名咧，就係由竹作為製作原料啦，同埋佢嘅發源地Bamboo去組合而成嘅。咁當初我哋選擇製造竹製品咧，係因為竹除咗可以減少呢個環境污染同埋相對比較耐用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減少香港人嘅頻密消費習慣。咁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對我哋嘅竹製產品好有興趣咧？咁我哋Bamboo咧就設計咗一系列嘅竹製產品，當中咧就包括呢個杯啦，同埋呢個杯墊。咁大家就可以隨時隨地享用到我嘅產品啦。好，咁如果你要用一個字嚟到形容你間公司嘅夢想，你會用咩字啊？我覺得會係 bold 膽大，因為我哋創業嘅時候咧，會遇到好多風險啦同埋問題，而為咗令大家可以享用到我哋嘅產品咧，同埋為環保出一分力，我哋就成立咗Bamboo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啦，就透過你哋嘅支持，我哋Bamboo會一直將竹製品可以改善環境呢個理念傳揚開去。多謝大家。GE 香港青年創業實驗概念店，100個青春夢。2月19日約埋朋友仔一齊嚟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。到時見。